邵氏公司出品第一部童话武侠巨片。咁我嚟介绍鹿主琴窝啦。有一日出现咗凶兆，原来有个奸嘅大王利用个波琴嚟作恶。學法善用，即刻命令外徒风铃下山，揾埋啲中嘅人同佢斗过。呢个就系风铃嘅师兄老顽童啦。吓，你是外童？佢天生白发，顽皮又贪玩喎。嚟嚟嚟嚟，嗱，呢个咧就系叮当仔啦。佢同老豆神偷都系风铃嘅好朋友嚟噶噃。你睇几威？幽灵金马车凌空飞袭，袁飞点解会被啲咁古怪嘅嘢袭击嘅咧？哇，仲有个陨石光球，咁巨型，太早都冇命啦！琴魔手下，呢个毫发妖人认真犀利啦！重型兵器大搏斗啊！咦，乜长须可以卷人嘅咩？咁多法仲有命啊？哦，原来佢哋系中嘅世外高人，帮佢打通经脉，增强外境。叮当仔又嚟啦！我是如来老祖的徒孙，我会打如来神掌啊！他帮风铃姐姐打啲坏蛋。你是奸的，我是忠的。咦，出了个金刀小魔神喎！金牙刷，一脚就搞掂啦！神偷又搞乜鬼呢？老豆啊，你几个手啊？啊，叻仔，冲啊！抄飞剑，飞剑，呢把剑犀利啦，千变万化，锋利无比啊！喂，独眼龙闪慢啲啊，连佢嗰只眼都冇埋啊！咦，又有只弹弓手嘅，嗰只飞得嘅又系咩嚟嘅咧？手，睇下袁飞点样用飞毡嚟对付佢啦！幽灵金马车，奸嘅大王卒之出现啦！身世可怜的美发儿，究竟劝不劝得到他养父呢？爹，我只不过不想你用一个魔琴去杀人啫。嗱，呢度咧就系叫做无真福啦。打得灿烂精彩，千万注意公映日期，鹿子琴魔你一定要睇哦。